以前的我啊，虽然也有勾，但是常常要用 new bra 挤得很辛苦。嗨，我是弄弄。很多女生问我为什么胸部这么大，其实有个秘密，就是艾薇的美胸霜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红色的包装，里面是白色瓶身，要小心假货，现在假货非常的多。以前的我啊，虽然也有勾，但是常常要用 new bra 挤得很辛苦，而且有的时候甚至要用到两个 new bra。但是自从我用了美胸霜之后，胸部就 up up 很多。艾薇的美胸霜成分其实非常天然，以对人体无害的植物性雌激素组成，加上法国专利的 Folufiline， 整体成分非常安全。讲到这边，你可能会有许多问题。根据相关研究指出，其他丰胸产品所用的雌激素可能导致乳癌。但是其实雌激素分为动物性及植物性两种，一般来说会导致癌症的雌激素是属于对人体较不好的动物性雌激素，而植物性雌激素效果温和，对人体无害，可以放心使用。至于 Folufiline 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天然萃取物，可以促进自然脂肪的堆积，久而久之就可以达成丰胸的效果。而且艾薇的美胸霜使用非常简单，不需要按摩，只要直接擦在胸部上就可以达成 before 跟 after， 跟传统的美胸霜有很大的差异。如果想要购买，底下会放链接，直接点进去就会有详细的商品介绍哟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